蔡依林金兔产前忧郁，请证实年底演唱会计划中。前年 Ugly Beauty 世界巡回因为疫情唱了台北高雄就喊卡，外传演唱会有望再开，就连姐姐蔡明文之前出席活动都被追问，蔡依林则出席公益活动亲自解答。我公司是有在计划，说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个解说，我本来是排斥的。你的结束是指说这个巡演排斥的那个原因是，我觉得大家都看过了，就有一种好像差不多的。希望让大家有一个 ending 这样子。你现在有比较能接受这个说法吗？所以还卡在那。我可能现在的烦恼不是这个东西。还是想要先把新的节奏先想出来吧。决定休息期间，不仅打毛线，还学射箭，脱离工作步调的慢生活让他很自在。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娱乐圈的速度吧，形成一个节奏，回到家好像脑筋还没有松下的那种感觉，没有那种没有工作会很焦虑的感觉，我就觉得鼓励自己，的确前期蛮努力的，所以可以这么无忧的生活，很棒。所以你有刚刚有说要去学了很多新的技能，去射箭。因为我觉得是一种团体活动嘛，也不是要增加技能，是一种。然后突然间也觉得对这东西也好奇，我很喜欢学东西的时候的专注，反而会让头脑放松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这样好吗？这样对吗？就很多，我相信你们应该都会，比如说你在你很熟悉的行业里头，你这样做，然后你自己怎么看，多少会有一点自我要求吧。那刚刚说到，因为自我要求这一块，所以导致专辑是难产哦。因为我是蛮敏感的，如果这个东西还没到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办法应急。有时候创作的东西就是你不知道你会弄出什么东西的那种产前忧郁，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，我没有怀孕过，就是东西要出来前的那种不确定。除了这些生活的充实之外，会有人可以带给你安全感。我觉得我现在周遭的人都能够带给我安全感，除了家人之外的也有啊。真的、算了。你现在是说最近有人在追求你吗？没有。可是你出去社交了哎。什么意思？那个有关联吗？就不认识比较多人啊。Party 庆祝 ，Party 结束之后，你还是你总要回家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不应该把别人带给你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吧。